Wow, this is an intimidating crowd. It's great to see everyone here at this time of the day. I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geeks like us to wake up so early in the morning. So welcome back to the second day of Coast Cup 2011. Yay. My name is David Wu. I will be your host for the first keynote in the morning and several sessions for the Android track in the afternoon. I'll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JServe. The speaker for our first keynote today is JServe, who also goes by several other different nicknames, such as Jai Se Fu, Yi Guan Qing Shou. Yeah, no, just kidding. JServe and I have been friends for some time, and I've always admired his talent and really have looked up to him like an idol. He'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open source developers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eakers in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in Taiwan. And he has recently founded 0x Lab, which is an open source developer group that promotes and contributes to many open source projects on the Android platform. So I'm sure I don't have to give a lengthy introduction of JServe because he's already like a celebrity in the community.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welcome JServe. Hello,各位先进前辈朋友们，好，大家早，感谢大家这么早就起来了，真的是不容易啊。好，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算是这几年的一些经验吧。那以前每次演讲完都有反应啊，就是说大部分八成反应都是说一成听不懂啊，但是听好像有趣啊。那两成是说一成听得懂，但是不有趣啊。所以今天就试着做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今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那个16进位转换啊，其他没有完全没有技术啊。好，所以。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呀？我也是在做实验哈。好，那我从第一届 Coast Cup 就有幸就担任讲师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不知不觉到第六届哈。那第六届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光是右边那个赞助商的那个名单啊，就比我第一届的那个议程还多了哈，对吧？这是太神奇了，对啊。我那时候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我们的公司啊，对啊，好，因为公司来太多了哈。OK， 好，那所以你就会好奇啊，是不是说连续讲满五年啊，就可以升级为 Keynote Speaker 呢？我帮大会回答，没这回事啦哈。好，那基本上呢，你就是要去做一些事情啊哈。所以我们有我们也是有来赞助的哈。好。然后，但是呢，赞助的，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个顺序怪怪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又要说啦，为什么我们排到最前面呢？哈，然后我们算哪根葱啊？哈 ，OK， 那我就帮大会解释一下哈。这个是这样嘛？哈，这是那个 HT Fur 嘛？哈，没有，因为我没有念过大学啦。哈，就是那个，好，那你看那 Boost 非常的漂亮哈，然后有一些新款手机可以参考一下。好，那个 Intel 呢 ？Intel 这个也是非常的盛大，然后呢？这时候呢，你会看到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然后你会看到说，好像我们布什好像也是感觉很盛大的样子，没有？好，好像也有那种设计感哈。可是注意看啊，那个东西在哪里？那是柱子啊，柱子上面贴一张纸啊。OK， 好，那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基本上呢，我们做一件事啊，因为我们摊位不管怎么做呢，我觉得都不可能有那个质感，然后连1%的质感都没有，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做1/1000的质感，好，所以这个赞助的摊位啊，一个是20万了，但是我们用20块哈。好，注意到这个件事啊，这个是我算过了，成本就是20块就做出来，甚至不到20块了哈。对 ，OK， 好，那所以你会好奇说，我们做什么事呢？好，所以这个议程号称叫台湾本土经验啊，是不是 cost down 的故事啊？就是因为连1%的那个质感都做不出来，所以做1/1000哈。但是呢，其实呢不全然啊，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这样子哈。哎，不全然是这个 cost down 的经验哈。所以其实我要分享的地方是说啊，我们在做的事就是其实还蛮
还蛮困难的，不就整个台湾啊，或者整个全世界产业啊，其实你都要找一个着力点啊。那这点真的是很难，要找一个着力点嘛。那我们的着力点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贴一张纸嘛，对不对？好，就贴这张纸呢，我发现也蛮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摊位全部捐出来，所以那个位置呢，大家吃完点心就坐在旁边。那坐在旁边的时候，就顺便跟我们聊聊天。然后我发现人气呢，不会输给那个 Intel 啊，对啊。可是我们只花20块，对啊，人家花20万哈。对，就是说，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哎，抱歉哈。好，这个你 cost down 到一个程度之后啊，那个因为投影笔坏掉之后拿 V 来用哈，你看，这也是一个变通啊哈。OK， 那其实我要分享的经验就是说，这个不成比例的一个，你不要把它当作竞争的哈。其实对我们来讲哈，我们要争取一个机会，就是说静静的那个证嘛哈，就是说静静的争取一些机会啦，静的让我们可以慢慢就是慢慢成长哈。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哈，就是不要把它竞争啊，不要把这些外部的因素啊当作一个限制哈，对吧？好，那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哈，希望会比较乐观一点哈。好，那所以我们有个着力点啊，哈，那当然就是说，就是做 open source 啊，哈，那我们 open source 是连 tool 都 open source 啊，所以不用钱啊，哈，对啊，哎，你要付钱的话，我们还不见得收得到，哈 ，OK， 好，好，那我们这个着力点叫 open source 哈，那是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理想哈，那但是呢，根据我朋友翟瑟夫的说法啊。那就是你看他这样子啊，就是我同事这样子啊，我同事他就说他好像实现他的梦想哦，但是这个乍看是梦想的时候呢，没有梦想，那其实会不会是说懵懵懂懂的想哈，也叫梦想哈？其实这有时候就是说做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理想跟真实，就是真实世界的一些有一些鸿沟啦哈，真的有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跳跃啊。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很简单啊，就是在台湾哈，重点是在台湾哈。在台湾从事 open source 的开发，然后自给自足啦哈，就是说第一个我可以用自己开发的工具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可以用自己开发的工具或者自己开发的软体好去找到生意啦哈，那找到生意之后可以用这个生意让我们大家有饭吃穿得暖，然后至少有宅男的饮料宅男的垃圾食物可以让我们继续养我们，好继续 coding 下去哈，好就是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好，那最早的时候是2009年的时候吧，就是说刚好那一段时间，就是刚好一些朋友啊，就是生涯刚好要生涯规划，就是遇到一些转变嘛哈，所以我们就密集了大概2个月吧，一直在开会啊，就说到底要做什么哈。那取了200多个名词啊，都发现不能用啊，就是这是天马行空，什么名字都有哈。好，那后来想到一个名词啊，就是5个字元的哈，你要就是一个前面是个零哈，零差一也比啊哈，那反正就是你很宅嘛。其实这是今年这个议程最难的地方哈，16进位是这样哈，那个16进位是这样，一好是16的2次方，再加上16×10再加11，所以等于427啊。那所以就是算一算呢，就赶快要4月27号那天要成立哈。好，那成立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哈，就是后来发现这样子也不坏啊，因为很多人号称一开始要做某件事，后来都不会做到另外一件事，所以其实有时候也在找方向点，那就是为了赶流行，赶流行，好，那赶流行啊，然后就认为说 open source 是着力点，那这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所以后面就是灾难，我来讲讲故事，好，那为什么要赶流行用 Android 的，那除了 Google 大神的照顾以外呢，其实它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个 Oracle 老板说一句很非常重要的话，基本上科技业就是要追逐那个比时装业更追逐概念跟潮流，你不追逐这个东西的话，有时候你不好生存的，那追逐了之后其实也蛮难生存的，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那总之我们今天有几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看一些残酷的事实，这一段时间内遇到一些残酷的事实，然后就是说跟其他的开发者社群然后去合作嘛，然后再来是说我们做一些事情嘛，还有一些过去的经验，那也许可以把它扩展出来，这样 ，OK， 好，残酷的事实哈，好，残酷的事实是这样啊，就是说这是个人观点哈，不代表我们不代表公司，不代表我们就是个人观点而已哈。那基本上 Android 是很特别啊，就是就像 SaaS 一样啊，不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我说 SaaS 是说它非典哈，非典型哈 ，OK， 那就影响力非常大哈，那。但是因为它非典型，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个
是什么样的状态去经营的哈，其实就是问题很大哈。然后再来是说，它的那个所谓的生态系统哈，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态系统啊。虽然有跟原本的一些电气系统有接轨哈，但实际上很多概念是不相容的哈。然后但是呢，就算上面改那么多呢，你会发现周遭的思维哈变化还是非常慢哈。那你像我搭车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啊，周末还是每天塞车嘛哈。那每天交通还是非常的刺激哈，那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我们资讯业有时候那个一些经营者还是用过去的思维去做哈，那会变让这件事非常复杂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就是说是不是典型的，不是说没有 open source 是非典哈。OK， 好，那我们还记得啊，两年前啊，那个廖世伟博士啊，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 talk 哈，就是你要想象啊，在30分钟内吧，哈，可以把 compiler 高深莫测的东西把它讲完，真是太强了，哈。好，那廖世伟博士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他告诉大家说，托圈啊，因为他主要是做托圈做 compiler 的哈，然后跟你讲说一个改版哈，但是你发现很奇怪的事情啊，那是2009年的事情啊，2009年什么时候？大概2009年8月10，忘记几号了，8月10号了哈。OK， 好，那来台湾呢，跟大家分享哈。然后你发现呢，过了一年后啊，那个推出 Eclair 推出 Flow 的时候呢，就是2010年的大概暑期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那个，好了，我不能再讲 Google 的坏话了哈。好，那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啊，还是把网络断掉好了哈。好，那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啊，就托圈还是一样旧哈。然后2.3的时候换了托圈啊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后面那个 X 啊就很奇怪，就是 Google 一直改版，然后你不知道它改到哪边去哈。那这件事非常的麻烦，因为你连最基本 GPU 的东西都掌握不了了，那 Apache 更管不到了哈，这是非常麻烦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在去年的时候我也刚好分享过了哈。其实重点就是这句话啦，就是上面都看不懂没关系啊，就是说 Android 的那个 source code 管理非常的神奇啊，就是你要记得 GCC 什么时候开发了？1989年就开发了。可是呢，1989年开发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 Git 只有这么一点点？好，因为 Google 喜欢打掉重练。好，那原因未知。好，那但是打掉重练一个状况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它细部的修改，那每次都是。比方说，你又注意看这个 commit 啊，他都告诉说跟内部的 tree sync， 然后那内部 tree 到底改什么？有写 readme，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 readme 在做什么。好，那这样的变成说你根本连到底是哪一个版本 revision 你都不晓得，好，那就非常难追踪了哈。好，那在金秋 break 之后，因为很多人抗议之后呢，终于呢在 AOSP 就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终于有些进展哈，那就是告诉你说有哪些修改，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上面会有那个。就是 hash 哈 ，hash number 哈，就是 git reach hash 这个 hash。好，那可是 hash 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懂啊。比方说我贡献的东西，然后真正进去博的时候呢，又把它 rollback 三个。好，那你又搞不懂说这个不是已经 open source 出来，那 rollback 为什么不是坐在 git 上，然后它 release 的时候又把它自己把它 revert 回去啊？那这个后面呢还是没有理由。好，那像这样的话，其实你还是非常难追踪啊，因为脱圈有时候会有 bug 嘛，但是因为 Android 改版速度可能没有你期望的那么快，所以其实这会造成一些问题哈。OK， 那 GPU 的东西都这样的话 ，Apache 就更不用讲了，那就是真的是高深莫测啊，因为比如说你要等待那个不同的一个 release cycle， 甚至是说看你的看你所在的位置哈，你可能贵公司可能是 OH member 或者有其他的。跟 Google 比较密切合作，那否则就是依据 AOSP， 那 AOSP 发展 source code 发布 source code 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晓得它发布的方式哈。好，那就是这句话还蛮有名的哈，就是 No man is island 啊，那就是 John Knott 说哈，那它里面呢、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跟反映这电子产业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比较诗情化一点哈，所以啊也。我以前讲太多宅男的梗哈，我们要装正经一点哈。好，那基本上这句话在做什么哈？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分量哈，就是不管你是当爆肝工程师，你是当那个就是完全不讨好人的 PM 哈，或者说你不管做什么职务哈，那你都有一定的分量哈。那这个状态会移转啊，从比方说功能手机，然后到智慧型手机哈。那这个状态移转的时候呢，其实你每个人都有分量哈，但是它会被转移哦，你要注意到转移这件事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慢慢看啊。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我们也被转移啊，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 ，OK。那原本的生态系统是这样，很简单啊，就是电信业者，啊，电信业的、啊，比方说什么
中华电信啊，然后那个什么大哥大哈、哦，好，那就是说他们会去跟那个使用者推销方案哈、哦，那可能绑手机，那绑手机就要人去做手机，所以要人去为电信商做手机，然后那个手机里面要有契约 content 嘛哈、哦，就是你想得到那些 content 应该要给好、哦，所以有 content provider 要给硬体，那也可能会给 telecom。那但是现在有个趋势很有趣，就是说以前是 content 要给 telecom， 那大家现在呢 telecom 可能对那个 telecom 可能对内容商有要求的时候，这边可以拒绝他哈、哦。好，那也就是说呢，现在有个趋势就是 telecom 就变成 ISP 公司的了哈、哦，就是那 ISP 呢是赚钱赚最少的哈、哦。那但是现在就变个趋势，就变说人家讲十年前我们都喊过的话嘛 ，content is king 嘛哈、哦。那现在又慢慢变成一个这样趋势哈。哦哦、然后呢，还有其他趋势也蛮有趣的哈、哦，就是你要记得十年前是做什么？十年前就是要那时候 Microsoft 炒那个 Windows XP 非常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 Linux 也是被大家炒得非常火热哈、哦。但是呢，你要想象一件事啊，就是你要想象2001年的时候啊，广告公司会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吧？你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他会用 Linux 或用 BSD， 就觉得很强了哈。他如果还要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而且是把 source code 当作广告一样放送哈，就是有这样的公司嘛，你就觉得很神奇哈。那不止呢，你会发现呢，那个其他手机公司都会开发他自己的作业系统啊，甚至不止好几个嘛，所以这个我没有打完嘛，所以你不知道后面还有加几个嘛，什么芒果啦，然后凤梨啦，你不知道有几个作业系统哈。OK， 就是说这个已经产业已经变化非常多了哈，其实就变成说。这个历史我们回顾的话，过去从大型电脑的时代哈，那到那个时代40年前嘛，军备竞赛嘛啊，好，那你会发现从这个20年前啊，这个可能是至少我个人比较熟的时候啦哈，那你会看到说这个 OS 主导的时候在20年前哈，那10年前嘛缓缓的变成 Internet 主导的时候，啊你看到最近呢就变成 Content 主导时代哈，所以这些 Content 的 Provider 呢，每一家都可以有很大力量去 push 硬体商 ，push 甚至是 push 那个网络供应商、电信商哦。这是一个现在非常有趣的一个转变哈。好，那我们在这样的转变呢、啊，其实呢，我们来看哈，有两个词啊，一个词叫做 revolution 嘛哈，另外一个叫 evolution 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巨变啊，革命啊，叫 revolution。好，那另外一个是 evolution。所以你会看到慢慢改变的应该是 evolution 嘛哈。所以像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软体基本上是一个。慢慢演进的过程哈，那但是硬体每次改版都非常非常大哈，像摩尔定律还成立的时候啊，虽然现在有点趋缓了，但是还成立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大革命哈。那基本上你都在做什么事呢？就是用硬体去 drive 那个 software 的革命哈。软体本身是渐进的哈，但是就是硬要把它做成这样啊，这就是 Android 的。那这个就跟过去的开发是冲突的哈。也就是说呢，本来是一个道路走得好好的哈，就是某一家公司呢就要把它搞成。就是好像921大地震之后哦，而且你每次升级都非常刺激嘛，对，好，那可能又少一些某些东西哈。好，那 Google 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坚定哈。那这当然不见得是坏事，也可给一些公司会有一些机会啦哈。像对我们这种小单位来讲啊，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竞赛是公平的啊，因为我跟很多大公司啊，不管什么大 N 小 N 啊，你想得到 SOC 公司啊，我跟他拿到 source code 的时间是同一天啊，因为我比较晚睡嘛。那这些公司的员工一早就要起床嘛，所以你看他9点才拿到 source code， 我12点我就看得到 source code 嘛，对，所以我还比他早9个小时拿到 source code， 你看我就觉得这活的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是公平的哈、哦，好 ，OK， 好，所以这要感谢 Google 了哈、哦。但是我们回来看那个 functional view 哈、哦，就是这个我只是重画了哈、哦，那但是基本上这个就跟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图一样哈、哦，那你会看到说1.5啊跳到2.3啊，看起来像大修改哈、哦，其实呢。你看到它的主体的架构其实还是很接近的，只是针对像说，因为是有考虑到多核心的嘛 ，SMP 啊，然后 performance 要改好嘛，所以有做一个 JavaScript compiler， 那个 JavaScript 有做改进嘛哈，然后像那个 2D 的部分啊，那 2D 的部分有用到 GPU 去做加速啊，在 Honeycomb 的时候哦，类似这样，但是主体的那个想法都还是一致的哈，像很多像什么Surface Finger 啦 ，Audio Finger 这种概念上都还是一致的哈，所以。事实上呢，你看得到 Android 的其实不是像这种东西啊，其实反而是慢慢，就是应该说比较急着去改进的东西，但是还是连续的哈，只是我们外界看起来是非连续的哈。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很多公司的想法还是非常的有趣啊哈。那我们来讲一下哈，某 IC 设计公司的工程师哈，就是那个9点要上班的那家公司哈，他们的工程师就是说啊，就是 Google 修改都有道理啊，那就是要站在 Google 上面做事，这样没有错。可是 Google
很多时候就是说，软体一定有 bug 嘛 ，bug 是修正在下的，它的那已经试出的版本，它可能没有那么快去做修正哈、哦。那变成说，这些公司的工程师啊，有时候认为说，只要是 Google 改的东西就对哦，所以不管这个 bug， 它就是要硬要跟你争那个就是不是 bug， 因为他觉得 Google 写一定就是对哦。那然后再来是那个 ODM 公司就更有趣啦、啊，过去用 Windows 的时代啊，这是真的只要改 driver 就好了。可是今天我刚才讲过啊，就是 Google 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到处都可以改，所以到处都有改。可以改的话，就是到处都可能有 bug， 所以到处都可能要去修它。好，那然后在某知名品牌的那个董事长啊，他就会说啊，你们好，就是说那个他就跟你说什么 pad 啊，不是他们的对手啊，过几年就会衰退啊，哈，类似这样的话哈。那但是就是说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呢，你再回去看这前面的事情啊，这时候都改变了啊。现在是广告公司、内容供应商在开发作业系统，哦，那现在是谁在服务这些作业系统？就是谁在使用这些作业系统？谁在在意这些作业系统改进？哦，已经不是那个过去那个好像代工啦，或者品牌的那个想法而已啊，是甚至是连消费者都有这种迫切的需求啊。大家已经养习惯了，以前 Windows 三四年改一版嘛，哦，现在不是啊，一年要改三版嘛，你才会觉得开心嘛，哦，看到手机有硬体有那个分位的升级，你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觉得说这支手机没有白买哈。好，所以这个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哈。OK， 所以你遇到这种状况啊，其实呢，很多时候，刚好看不到，对不对？好，哦，很暗看不到，对不对？好，哦，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个地方被撞到的时候啊，是慢慢，然后那种痛觉是这样传达到神经的哈，哦。那其实这安卓变革啊，虽然是这短短的两年多啊，其实这个给那个相关的产业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冲击哈。好，对不起，我讲错话了哈，哦。好，这为什么会休眠呢？好，然后我们赶一下进度了哈。OK， 好，那就是说，那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啦，我们就是找第三方的社群来武装自己哈。那这时候从一个笑话开始讲啊，有个非常有名的数字啊，好，2000年哈，他说四个人，一个美国人，二国人，中国人，以色列人，好，他们正在街角。这时候呢，记者跟这个四位说，不好意思，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意见？好，肉类短缺有什么意见？美国人说，什么是短缺？美国人脑袋里面没有短缺这回事啦，哦，好，那俄国人说什么是肉类？很久没吃到肉了，对不对？好，好不容易从共产国家走出来，还是要花时间。中国人什么是意见？哦，对啊，好，以色列人说什么是不好意思？肉类短缺这件事，为什么一定要不好意思呢？它就是存在的。好，好，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呢，我们应该要跟。不是雷锋同志啊，是以色列的学习啊，就是这些短缺啊，比方说 source code， 你就是要过一段时间才拿到，或者说一下跟你讲有 source code， 明天跟你说没有 source code， 因为我们还要慢慢练功，好，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你要认为，就是，但是你就不要当做他不好意思，就是那件事就发生了。那发生之后呢，你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自己没办法解决，就多找一些人来解决，好，所以我们做法是这样，好，那就是我们就试着去建一个。改善 Android 的一些原本的品质，让它可以用在更多环境，然后去拉拢其他的开放原始码专案嘛，好像 OESF 啊，Android X86啦，或者 CyanogenMod 哈，或者是 ARM 所最近成立的就是 Linaro 哈，就加速这个ARM 还有 Linux 开发的这样子哈。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就跟我们一些 partner 哈，还有一些客户啦哈，就是合作哈，去改善，就是知道他们的需求啊，因为重点还是对消费者有用啊，这种系统最终还是要从人的角度去想。好，那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有跟这些 partner 合作嘛，那我们合作方法很简单啊，也不用签什么很复杂的 license agreement 啊，也不用跟你签什么文件啊，就基本上就是 source code 互相交换嘛，哈，你有什么改进我就分享给你，然后你有什么 bug 我就告诉你，好，类似这样的，好，那慢慢去累积一些东西出来，那后来会有一些比较正式的组织啊，像 Linaro 或是一家公司嘛，哈，所以他可以用比较密集方法去做开发，那我们有些成果也是共享的哈。OK， 那就做一个 case study 哈。在一开始呢，在 Android 要把它放到 X86 的系统或者放在大屏幕的系统啊，那 Android 一开始是没有滑鼠的嘛哈。滑鼠这件事好像是到 3.0 以后才有嘛哈。那所以大家就用就是自己自干一套系统出来哈。那我们发现呢，我们自己自干的时候呢，那个 Android X86 也做出来了哈。好，那但是就是大家刚好功能互通有无哈，所以怎么办？对。交叉对照相互贡献，就是你抄我抄你，然后就变共用一致的程式码，然后抄完之后发现哇，那个很多人就抄到底了，就是这些 blah blah blah， 你想得到这些列上的名词全部都给你抄了，好，那就是一个
不过这个不是抄，这是分享哈。好，那再来是说，我们那时候对那个 OpenGL 啊有一个热衷啊，就是想说，Android OpenGL 那边又没有 Open 嘛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试着来写写看嘛哈。所以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位工程师嘛，叫 OV 啊，他不是学类控诉嘛？因为我跟他讲说，你就试试看嘛，他就真的去试了哈，那就真的把它做出来哈。那做出来发现到现在为止还是全球第一个，还是唯一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那个。那个 OpenGL Engine 给 Android 的哈，那事实上在有些产品也在用到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从使用者的观点去想啊，要改善图形效能啊 ，VN 啊，然后可能底层的部分啊，它甚至 framework 啊，有些地方会 delay 的哈，或者是有些地方会不稳定的，我们就想要去改善。因为事实上在新版的 Android 都改了哈，那但是其实因为刚好有那个断层在那边，变成说我们要自力救济去补完那个哈。好，那所以后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嘛，然后还有一些获得一些想法，对吧？那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啊，就是说在一些开放的硬体平台，因为现在的那个硬体平台又慢慢越来越收敛了，以前硬体平台非常多啊，我真的以前光那个 CPU 列表就不知道列都是列不完了，但是如果说今天是要像智慧型手机或者是说智慧型电视啊，它这年头就是什么东西都加智慧嘛，智慧型电视、智慧型手机啊，明天变智慧型电冰箱啊，你也不晓得啊。那反正就是说，在这样所谓智慧型的东西呢，代表一件事是什么？开机开的比较久啦，然后 CPU 用的比较凶啦，资源用的比较凶啦，然后可能功能是一样的哈，但是它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哈。那比如说需要更多的资源的话，在这样硬体平台就会变得说它的选择会越少哈。那选择一旦集中的话，就是对这个产业的变化当然就很显著，就是会壁垒分明哈。好，那我们就选特定的一些平台哦，就是够开放，然后而且它效能啊跟功能、效能跟价值的那个价格比例哈还算高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哦，然后在上面 build 一个系统出来哈。那重点是我们要弄个 community 哈啊，因为Google 不是没有 community 啊，但是 Google 的 community 的那个沟通的语言比较不同啦哈，因为我们是华人哈，对啊，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短缺嘛。那我们又是台湾人啊，我们又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叫意见哈。那但是所以你就是说，所以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嘛？就是说有些区域人没办法理解什么叫短缺啊。我们对那个 source code 对这个 bug 的 tracking 非常重要啊，不能说因为某些很奇怪的 policy 就不去修 bug， 不能这样子啊。你手机跑到一半会 down 就是要去修嘛哈。好，那反正我就找一个，就是想办法去跟其他 community 合作嘛，就把相关的 bug 把它 trace 出来，或者把它整理出来哈。这是我们这两年在做的事情哈。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建了一个参考的实作，然后叫 ZOS Droid 哈，因为我们 ZOS 开头嘛，它 ZOS Droid 哈，那就是一个我们是希望它是一个创新的社群平台啦哈。好，那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嘛，有一个开发者嘛哈，叫那个叫朱莉嘛哈，他就讲个议程这样哈，那其实那时候就提到 ZOS Droid 哈。那我们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就是说要把社群建起来的话，其实你要考虑到很多事啊，就是让这个系统更好安装啊，然后更容易去开发追踪啊，还有工作成果是要可以透明的哈，然后要能够去跟其他专案分享 ，OK。好，所以呢，我们算哪根葱呢？就是我们会送你 source code 啦哈，就是我们公司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团队什么都没有啊，这次就是会送你 source code 啦哈，所以呢。不会有人笑哈，好了，好算哈，好，这其实是笑话了哈。好 ，OK 哈，那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技术啊，就是慢慢去累积啊，跟这些社群啊，其实，在Android里面有很多很不可思议的 bug 哈，就是像 1.5 啊、1.6 啊，尤其是1.5 到2.0之间，有非常多不可思议的 bug， 就是Android framework会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当掉啊。只是因为一些，比方说同步处理没有做好啦，或者是说某些初始值写错。那你说初始写错，为什么那个放出来就是其他公司没有问题？不是说其他公司没问题啊，其他公司做产品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东西修掉，但是在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可能没有修掉这个问题。好，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好，必须要就是有两大原则，一个开放跟合作了哈，这样的层次才能提升啊，不然你永远在等下一波的那个 release 出来，但是你之前问题可能都还存在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哈。然后在我一开始就讲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切入点哈是在那个open 然后协同合作了哈。
底下那个官话就看一看了。好，好，那除了就是我们如果大家有在注意我们那个开发的话，我们一开始会选定像那种 BeagleBoard 啊这种就是蛮高档的开发版，但是价格很便宜嘛，就是$179啊，哦，这个就开发版的价格来讲是非常非常低廉的哦。因为我记得啊，我以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我烧过一块开发板，那个开发板呢，就是因为设计不好嘛，就是可能你多接一些线啊，跳线的时候就坏了。可是那个开发板有17万啊，就是台币17万啊，哦，对啊，那所以你就知道这个$179的开发板有多么令人感动了哈，哦。而且那个17万的那个开发板，那个速度还不到这个 BeagleBoard 的1/3啊，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差异多大哈，哦。那这边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慢慢这些硬体啊，哦，就会因为硬体的供应商越来越熟练，然后但是应用型态越来越多，所以很多参考设计，那有这些参考设计就是软体啊，那些相关的 device driver 啦，甚至 framework 哦，到 application 都可能要去修改了，然后举个例子啊，像那个 camera 的话，就是说它可能有不同的那个不同的设计啊，不同的 color space 啊，或者不同的一个参数设定，那有时候 framework 考虑的东西比较少，它没办法顾及那么多，那甚至 application 那边也要。就是为了效能，啊，或者为了这个平台特性，啊，可能要多传递一些参数到底下，透过 driver 传递到硬体，哦，那其实有很多事要做，啊，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是很多事要做，哦，就是系统一些瑕疵啊，哦，我们不能说那是 bug 啦，那就是不小心抓到的，哦，好，然后再来是说，其实有一件事，啊，就是知识累积，哦，其实这是很多社群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哦，因为在很多社群就变成说是我们讲的很多社群是不含 OHA member 那些，就是不含做生意的那些人，那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是要自己救济的，虽然有很多Android 的工程师啊，他们非常的热血啊，连礼拜六礼拜天都在上班，哦，就是还会回答问题，哦，但是他能够回答的问题毕竟是有限的，他不能回答太多问题，哦，就是受限于他的认知，或者比方说他不能告诉你开发中的版本做了什么事，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都要靠大家去处理，所以很多时候啊，像一开始连什么 SD 卡 mount 都有问题啊，然后 SDMNC 啊 ,Audio 啊，你想得到这是什么鬼都问题都有，因为 Google 的 code Google Android 的 codebase 刚写到刚刚好会动，比方说这次挑了HTC 当 partner， 然后做了 Magic， 下次找了神送做 Nexus S， 但是就是很多 code 都是写到刚刚好会动，那没有很广泛的一个测试嘛，像比方说，没有测试过那么多家不同的 motion sensor 啦，或者说不同的 camera 的属性哈。OK， 好，那反正我们就做做看嘛，对啊，然后顺便练习写程式嘛哈。好，欸，这也停太久了，不是重点哈。好，那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还做一些事啊，就是说我们觉得软体的品质啊，然后标准啊，还有客制化很重要哈。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就是除了去让这些 SOC 啊这些平台可以用以外，还做了一多平台的客制化跟验证哈，哦。那我稍后会提到一些工具哈，哦，我再说一次啊，都是免费的哈，哦。好，那所以我们最近啊，大概最近大概一年内哈，哦，我们把一个焦点放在就是如何去改善一个 SOC 哈，哦，就是一个平台的核心的部分哈，哦，去改善。但是我们改善是 user experience 到整个 performance 都有了哈。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你在越核心问题、越核心的地方找到问题啊，那是能够用的对象就越多了啊。比方说你在案发现这种问题，但是其实在 X86 或者 MIPS 你可能也会获得相对的那个帮助了哈。OK， 好，那么哎，好，其实底下有一块字啊，可能刚好显示不出来哈，还不管。好，就是说我们等一下看个影片哈，看个影片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哈。那基本上为了要调整效能跟改善品质的话，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啊哈，就是 SOC 的部分当然要做啦。那 Wireless 的话就是蓝牙啦，还有WiFi 啦哈，甚至是像那个 GPS 啊，这都是都是 Wireless 的范畴啊哈，这当然要做了哈，因为硬体的变异会有嘛哈。然后再是看，比方说我们主要是还是锁定 on 的核心啊哈。那 on 的话就是有很多非常多可以做的地方啊，是永远做不完哈。然后再是 VN 啊 ，VN 的话不见得是改善效能，有时候因为说你有时候发现那个 virtual machine 自己会挂掉哈，对啊。那但是你发现 virtual machine 挂掉的时候，你发现连 debug 也跟着挂掉哈。那
那很多时候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脱圈嘛，吼。所以像我去年的议题就跟大家分享说，那个我们一些经验嘛，就是连 debug 都会当掉的时候，你怎么办？还有说脱圈怎么去追到最新的修改，然后避免一些陈年的 bug 哈。好，那还有再来是 graphics 啊，这花蛮多时间的哈。那最近也做一些开机时间的改善哈。那这是效能部分啊，那功能的话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这些 Android 的一些体验哈，像就会有人说呢，就会顾客跟你讲啊，iPhone 跑起来就比较顺啊，然后某某 phone 就跑起来就比较差啊。但是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就要把它量化，所以我们做一些东西把它量化。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说，比较漂亮的东西，它滑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比较好哈。那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比较慢哈。有时候这是心理问题哈。然后最近我们在做一个东西，就是更全面的系统的测试啊。那在下一个议程哦，就是会有我们的开发者哈，就是跟大家分享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好，可以。这本来有配乐的哈，那但是配的是英文的哈，所以我用中文再重讲一次好了。那我们跟那个，很讨厌的，好，我们跟那个李娜罗有一个合作，就是Arm所扶持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主要专注在Arm相关Arm还有 Linux 相关的自由软体的改善哈。那我们会选定一些我们觉得非常有潜力的板子啊，而且是开放平台啊，这些硬体的设计都是 open 的哈，那你可以任意的修改嘛哈。那比方说我们想要把某些东西量化哈，所以这边展示就是不是说俄罗斯方块有多神奇啦，是说你可以跑一些测试哈，那把某些数值把它量化嘛。像 OpenGL 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知道 texture 啊，然后它一些效果，比方 fog 哈这样的，把这些量化值哈。然后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滑鼠一直在抖哈，对，好，因为原本的滑鼠抖来抖去的时候没有很痛苦没有。都追不到哈，就是原本的分过就是很奇怪哈，对不对？因为原本就没考虑滑鼠这件事嘛哈。那所以你要，但是你如果新增的滑鼠，有时候你要做滑鼠嘛，比方说你要像电视啊，或者一些 tablet 可能需要那个蓝牙的滑鼠这样支持哈，那你就可能要去改善哈，像这种东西。那很多细节啊，像什么萤幕小键盘啊，萤幕小键盘听起来就很无聊的事情哈，可是萤幕小键盘画出来的时间呢、啊，停下来哈，好，萤幕小键盘出现的时候啊，它可能叠了四层啊。就是叠了四层的那个涂层在上面哈，所以它就不会快啊，就会非常的钝哈。那你会说，为什么用触碰的时候不会发生这种事啊？用滑鼠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呢？因为你触碰的时候是点这边，然后点这边，你根本不会在意说它中间到底抖到哪边去哈。所以这是说这边说一个 code base 的一个那种，就是这个 code 还有这个开发焦点的问题啊。因为 Google 开发焦点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在一开始的 code 是看不到这样的问题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那前面那种 2D、3D 的地方也会做一改善哈，就算没有 GPU 的状况哈，那我们要去改善。那还有是最近花了比较多时间，就是改善网络浏览的品质嘛哈，然后再来是针对 Arm 的一些特性去改善graphics 的那个显示哈。那当然我刚刚讲过 ，Arm 有太多的东西可以 tune 了哈，你想得到那些基本的函数都可以去 tune 了哈。好，那后面比较有趣一点啊，因为我们想到有些市场啊，比方说一些车用的市场，或者说电视的应用的话，可能会需要，你就早点开起来哦。虽然大家都知道 smartphone 就开机比较久的手机叫 smartphone 啊，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不能接受这些概念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开机开快一点哈。所以你看到就是大概六秒就可以开起来。那当然这个东西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哈。那我们显然是比某些商业的那个解决方案还要差了哈，但是。我们就想说，就是给大家给这些厂商笑一笑嘛，所以我们就把 source code 放出来哈。那当然这些东西还有非常非常大的改进空间啊哈。但是我们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六秒，那某些厂商号称它可以做到三秒半，那不就只有差两秒多嘛哈？那两秒多的是，可是你要付的那个代价是不同的哈。那我们觉得说，如果它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地方改善的话，也许是一个机会了哈。那反正我们有很多非常热血的那个社群，然后帮我们做测试哈。好，另外一个东西很有趣啊，叫拉吧哈。OK， 拉吧，好。拉吧呢是李娜罗的一个自动的一个验证的架构哈。那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啊。
那但是现在完整度比较低啦哈。那想法很简单，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把它假设它是一个手机啊，它其实就是手机系统嘛。如果它是一个开发板，那你开发板的话，你需要把新的韧体放进去，然后你需要把一些某些测试的东西放进来，或者你要测试这个系统的稳定度，那你常常要烧新的那个 image 进去，或者烧不同的主态进去。好，那比方说你现在要 deploy 那个 Android 的那个系统，好，那所以刚才就是说它会自动的做这些事，那一天可以做非常多次都行。好，然后你一边做它可以一边观察这个状态，好，比方说它有没有做显示啊，它有没有网络有没有设定啊。好，那甚至呢你像刚才那样子啊，我烧了最新的实验性的东西进来，那你可以按照特定的脚本去做某些动作，比方说我看到看到画面了，然后甚至你看那 Android 开起来了，那开起来之后呢你甚至可以做一些事啊，比方说我想要测试说实验中的版本啊，效能是不是跟过往来讲是一致，好，就是最起码要达到过去的效能嘛，好，那稳定度也是一样哈，那最后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可以得到一个报表哈，那就是你可以去长时间去追踪哈，所以你可以甚至在如果是各位待的公司是 SOC 公司，你可以在客户导入之前啊，就客户开发产品之前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哈，那你就可以追踪了哈，然后那这些东西我们也是都 open source 出来了，那包含那协力的那个工具也是哈 ，OK， 好，再说一次哈，这前面是零，然后不是 O 哈，好。OK， 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影片哈。好，好，那我们一开始讲过嘛，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就很在意说一些效能嘛哈。然后这是之前做的啊，这两年前做的东西啊，所以开机没有开那么快了哈，所以就是开的稍微久一点，大家需要十多秒才会开起来哈。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这对 Android 的影响是还蛮大的，因为说如果要让 Android 放到不同的装置上，像如果大家有去听 OESF 的议程，其实他们也花很多，有一些开发者在看这个部分的项目了，好，然后你就看到说有显然一些时间上落差啦，因为你可以避免一些硬体的重复初始化，好，然后再来是说你可以用 ARM 的一些特别的操作去做它的优化了，好，OK， 这都是可以去做的一个项目哈。然后再来是说，我们刚才讲过啊，要让系统安装会变简单的哈。那其实像我们之前花很多时间做这东西啊，就是所谓 installer 啊，就是你在 Windows 那样把 code 放 copy 下，然后重新开机，然后就系统就给你重烧完之后就完成了，然后就得到系统就升级了，好，类似这样。那甚至你那个 switch modem 也可以用啦，然后那因为很多是完整的手机才能用嘛，但是有时候你在开发阶段，你可能是独立的模组哈，那这样我们也去整合了哈，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好，这是以前的网页啦，后来我们有改版了哈，对，如果大家无聊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页啦哈。好，好，水晶摩登。OK， 接下来比较可能稍微有趣一点哈，就是我们觉得啊。OpenGL Promos 把它拉上去之后，发现有点无聊啊 ，CPU 太强 ，GPU 太强怎么办？要找事来给它做嘛，所以就做一些特效出来嘛，哈，卷下，好，好，那这样听起来就是，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多喜欢这些特效啦，是说其实我们需要一些 case 哈，是可以去验证的系统能够做的系统能耐，还是说 framework 那相关到底可以做什么修改哈。好，然后除了这之外呢，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去让这个整个流程是可以自动化的哈。那在稍后也有一层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哈。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从你的 daily build 啊，或者说半天的一个 build 啊，那你得到一个 image 之后，你可以很容易的去烧 device， 然后你可以去跑一些 CTS， 还有包含一系列的验证哈。因为这个是去年做的东西啦，所以只有写 CTS 哈。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好多可以去验证系统的一个项目了哈。那基本上你就是开着，然后让他去跑，然后就慢慢去看报告这样子哈，然后报告做完之后就可以跟客户收钱了哈。好，那啊没有，那是我们梦想了哈。好，那然后再来是说一些像这个 performance 的那个 benchmarking， 然后 OK， 好，然后做了一些东西之后啊，就会有些老外啊，有些某些大公司啊，或者说某些有名的公司就找我们想要谈一谈、聊一聊天啊。但是呢，像我自己的英文不好哈，那我今天早上
修简报的时候哈，会发现一件事啊，英文前面要加自己的啊，好，对啊，不然因为会那种，因为英文跟英九都不错啦，说我觉得不要制造那个对立啊哈，所以呢要写自己的英文哈，不能写英文哈 ，OK， 好，那。但是你如果你英文不好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办哈？那其实这个蛮尴尬的。我之前去那个去出差去谈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要做自我介绍这件事哈。我以为只要简报一直打下去就行了哈。好，那时候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就是我只是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就打开终端器像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敲指令，然后就是像这样，嘿，对，然后我就说介绍完了，所以就是，你可以靠两行啊，就拿到 ARM 的合约啊，就是 CD 到那个 Android Source Code 里面啊，然后把 Git 啊跟我们相关修改把它打进去啊，那就看到，画面卷了一下，对不对？好，那不小心算一算啊，大概有37个啦，好，就是，那我们还在继续做啦，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说，显然 Google 是不会收这些 patch 的啦，哈，比方说 framework patch 有时候是不收的啦，但是一些很基本的bug 或者说很基本的一些可以改善的部分的话是有机会进去的，但是这样一直去试啦，像我去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那叫投 patch 问路啊，你就一直送 patch 送到 Google 说下一版我们早就做掉了，或说下一版根本没这个功能的时候，那就说哦学到了，对，那但是别人看外人会看觉得这样好像很笨的，因为那个东西过程都是大家看得到的，好，那但是其实呢你多试几次你就有机会跟私底下跟这些开发者有些交情，那有些交情就可以多获得一些资讯，可以猜比较有些脉络哈，就可以比较清楚了。那我举个例子啊，像我前几天跟一个客户在谈啊，然后他就问我说 ，Ice Cream 会不会做这个功能啊？我说一定有这个功能。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说因为那是我做的啊，好，就是类似这样哈，就是我们 contribute 出去的哈。那但是 Ice Cream 下一个会不会被修掉，我们就不知道了哈，类似这样。所以你要一直做哈。好，那么这是我们的工作环境，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该有的都有了啦，你看，啊，我们最近有，我们去年有买乖乖进来，所以机器都乖乖了，你看，好，然后那个一连串都是小黑嘛，好，那这是最早的时候发表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分享了，跟大家交流，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虽然有时候做一些事还蛮孤独的，跟大家有在这种公开场合聊聊天，还感觉还不错了，好，那我们最近还有在一些比较大的国际的场合有一些曝光率啦，那给我们一些还不错的机会啦，这个很有趣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嘛，就是把手机搞成像回转寿司一样，这太恐怖了，好，希望有一天我们也看到上面有我们东西啦，好，OK， 那就是，我忘记我为什么放这个了，好，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很有弹性啊，就是酒量就是工作量，就是你可以斟酌嘛，斟酌你觉得说你喝不下去就不要勉强，那你觉得你很拼就是继续做下去，好，所以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弹性，所以就只要讲这个酒量就是工作量。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做完之后你要犒赏一下自己啊，所以左边这句话是写什么呢？生命有限，酒无限，好，对啊，就是其实也都是可以做的哈 ，OK， 好，那这个机会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所有的市场，就是说我们今年有一些获利啊，我们觉得还可以啦，那所以我们决定把一部分的获利拿出来做一些事情啊，那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说与其出来拿来摆摊哦，还不如说来鼓励台湾的，对，特别是台湾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哈，因为摆摊我觉得大家也不会看啦，所以我们只花20块嘛，好，20块还是会有人气嘛，哈 ，OK， 啊，所以我们省下那个钱啊。20万减20块，省下那个钱拿来做什么哈？拿来鼓励这个 open source 创作哈。那相关办法我最近会公布了哈，在手册上大家有看到这个 page 哈，就是想写 code。那简单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有点像 Google Summer Code， 但是呢，不是在 summer， 就是不是在暑假做，是暑假已经开，先做一些提案，先做一些大家对这个就是由社群来投票，大家对这个专业有没有兴趣，然后是开学以后才去执行。然后也就是说做这件事要给他老师看到，好，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像以前很多人啊，像包括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啦，就是这种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做什么 project 啊，不管是做 compiler 相关，做 virtual machine 有关，或者是做 OS 相关的，我都不会跟老师讲，好，那不过那是我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告诉老师呢，我老师可能也不会去管我在，就是我老师觉得我只是来翘课而已哈。但是现在不是的，现在就是你做 open source 感觉都是不同的啊。像假设你对 Google 的 source code 贡献够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准备履历表啊，你连
你连自我介绍都不用啊，你就是说你有没有 Android source code， 有的话，那我敲一下 command 好不好？那敲完，好就面试结束了嘛。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啦，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鼓励一些 project， 但是我们没办法鼓励那些国际性的 project，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说每天在用的，比方说中文输入法或者中文显示这样子。好，那我们稍后会把这个办法告诉大家哈。那简单讲是说，比方说一直被大家抱怨非常深的那个辛苦运输入法嘛，那一天到晚就说为什么这个专案死掉了？没有，这个专案有时候只是网站挂掉而已哈，网站休息一下哈。但是我们还是有想办法再继续开发，但是毕竟开发动能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毕竟我上一次接触这个 project 是就是2000年的时候啦，到现在不知不觉的过了快11年了哈。那其实开发动能有差别啦，但是我们那时候至少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些热血的工程师、热血的开发者啦哈。那包含我现在的同事，或者我以前的同事，或者说以前的同事，哦，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说做 open source 认识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就开发过了，所以我完全知道他的 coding 时代，完全知道他的做事方式，包含他的酒量，就是工作量哈，哦，就是说知道他的那个习惯哈。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哈，哦，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拿出一部分的经费出来，然后去鼓励这些创作哈。那包含 mentor 啊，包含这些学生都有哈。那详细的方法我们还要再处理啊，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funding把它弄得好一点，然后制度还有学校那边要看看那个相关的配合哈。好，总之呢，大家就多关注一下，有事没事就帮我 Google 一下哈。那这样我们那个 SEO 会比较好看嘛哈。好，就是帮我们搜寻一下哈。好，那我后来剩下有点时间了，想跟大家聊聊天了哈。那剩下还有7分钟嘛哈。那我觉得说呢，事实上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了哈。就是说，在这个新的机会嘛，就像我刚才讲过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跟那种大公司的员工、大公司的公司比我优秀非常多倍的人，我竟然可以比他早九个小时拿到 source code， 只因为人家9点要上班，我不用准时上班，所以我可以12点一路看 source code， 我就看 source code 就比他早了9个小时啊，这9个小时就有影响啊。比方说，因为很多厂商都是处于那种在断层啊，因为你是就是一个断层接着另外一个断层的时候啊，那其实有时候你早点看，你可以知道一些方向，或者说甚至你开发这种产品，你可以把某些东西把它拉回来哈。像我们有些成员的客户啊，就是在指派这种事情，就是说，比方说把某个版本哈，从2.3的东西把它拉到2.1啦哈，因为大家也知道市面上有些手机或产品啊，到现在还用2.1出货，这没有错，因为反正他只要能够把 bug 修掉，好，版本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他能不能带来这样一个体验，或者说他的品质有没有到，好，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就是，其实你要知道新版的修改是做什么样，然后把这个有用的东西把它搬进来，或者说会有一些副作用，好，类似这样的事情，好，这都还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新的领域，好，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琢磨的地方了哈。那再来是说，包含现在那个整个供应链啊，整个产业啊，也是变化非常大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过去的代 ODM 嘛 ，ODM 叫什么？就是代工设计嘛哈，代工设计制造。那还有那 SOC， 好，就是像联发科啊，或者说晨星半导体这样的公司哈，他们现在他们的业务范围都变化很大哈。你会看到说，很多公司，好比方说像联发科公司，他就找了非常多应用程式的开发者，哦，而且开发的项目五花八门哦，从小萤幕、大萤幕到每萤幕都有哈，就是五花八门都有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啊，因为变成说这个使用者需求起来了哈。我记得我6年前做手机代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老板就叫我看 smartphone 啊，然后叫我做市场报告啦，啊，叫我做雏形的机器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那时候是2005年嘛，我就觉得说 smartphone 好像不会起来嘛。然后就是，应该说那时候做出来用起来 smartphone 都觉得很恐怖啊，开机要开很久啊，然后功能又怪怪的，然后会宕机嘛哈，然后还真的会有蓝色画面啊，就是很夸张啊，就是以前的手机真的很奇怪哈，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过个5年后才会。大红大紫啊，就是说我觉得是2010年啊，结果不是啊，2007年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光看新闻就看傻眼了啊，对不对？就是 iPhone 一上市，好，所以这其实需求这件事是可以去被创造出来的啊，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啊，美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什么，还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匮乏这件事啊，就是这些需求永远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哈，就算国家举债举得很严重，但是还是可以做事的哈。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去做的哈。然后在 Linux Torvalds 啊，它有
做一件事啊，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讲创新啊，一天到晚有比赛啦，然后有什么一些什么趋势分析啦 ，Mr. 系列的那个哈，讲一大堆哈。那就是说呢，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哈。其实有时候呢，没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构想哈，其实就是只是说，其实他看起来没办法做什么改变哈，但是你真的去耕耘他哈，他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那个事物出来哈。就像一开始的那个 kernel 啊，真的就是一个 table 里面，然后莫名其妙塞一大堆东西啊，然后被很多大学教授骂一骂哈，所以说你要回去认真上 OS 课哈。但实际上你经过耕耘的话，其实这影响就不同哈，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哈。然后我朋友我同事翟瑟夫有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了哈，那我觉得说这是我觉得就是做了几年那个资讯业啊，那我觉得有一些事可以去坚持的哈，就是因为我后来观察一下，其实像我那时候看到山寨机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啊，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啊，就是以前价格呢居高不下嘛，对啊，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如果你要让这个使用率非常骗起的话，照那种层层包装的那个系统要怎么做哈，所以像。好，比方说像联发科以及一系列公司都带来一个创新哦。那其实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品味，没什么品牌哈。但是呢，事实上它也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系统啊。它就是给你够好的品质啊，它给你够好的待机时间啊。然后重点是那个价格非常的有吸引力哈。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那虽然我个人觉得，我个人对这个地方的落差还蛮大，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直可以，这是我做下去的事情啊。就像我们要做新的一个单位的时候，要做很多杂事啊，但是就是支持把这个杂事做完事啊。好，然后，就是好，对。然后那个十年前吧，对啊，十几年前，就是那时候高中有点念不下去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去念台中一中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又没有特别优秀啊，但是去台中一中就觉得说会给大家垫得很惨啊。然后一开始蛮幸运的啊，就是考试还有全校前四十名啊。然后后来就成绩跳来跳去啊。哦，那我后来二年级我就想又想要放弃啦，就是说我想要回学校回苗栗念书啊。好，啊，我爸就跟我说，就是这个选择就不要后悔啊。那资讯产业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挫折是永远停不住的啊。对啊，那我。我每次都是有挫折的时候，我就拿出这张啊，对啊，然后就我，对啊，像我母亲是非常乐观的人啊，她就是，她一辈子啊，健保卡都没有用过啊，身体很好啊，然后有一天啊，我当兵的时候啊，就是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癌症啊，然后我没办法接受这种事啊，就癌症嘛，然后扩散到那个。就是很多层面然、啊、后对啊，但是结果我妈开跟我说一句很了不起的话，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她跟我说，那个保险给付啊，保险给付这样算一算，妈妈不用工作还有钱啊。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可以说出这么乐观的话。她跟我她安慰说，因为她以前就做很多保险，所以现在这个癌症那么严重的时候，可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拿到一些钱这样子哈。好，然后就是不会去，他就不会去绝望啊。我觉得我母亲非常这一点非常厉害啊。我常常在绝望啊，哦，那但是他就是这样子走出来啊。然后我当兵的时结束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点严重了啊，就是其实那时候也很害怕、啊、哦。然后我那时候许了一个心愿嘛，就是说如果妈妈可以比较坚强的话，哦，就是慢慢康复的话，然后我想说我一年呢就要捐一点钱出来。就可能是50万、100万这样子，好，就是捐一点钱出来，对吧、啊？那没想到这样子一直做下去啊，就是，我妈妈真的康复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啊，整个那个指数竟然下降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从鬼门关到过去啊，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在面临这个难关哈，其实蛮难走出来的、啊，就是台湾现在的产业啊，其实你会看到说，因为你离那个。原本就是我们在边缘化了，那现在更加跟边缘化，做很多不管大公司小公司都面临很多问题啊。那只是就是一个经验嘛，就是应该可以走出来啊。好，应该要开心一点的哈。对啊，对啊，对啊，要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哈。好，就是那个 Canonical 的创办人嘛哈，他就告诉我说要去追寻的梦想，对啊。嘿，好，哦，对，我们的那个
网站，对，好，好，好，谢谢大家，好。这是。所以下次投一片还是不要做太多好了，不然会说会乱讲话，好，好，好，谢谢大家。Is there any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for JServe? 有任何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举手。Hi, JServe. Hi. 那我想我今天第一个发问，想问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这边的时候，COSCAP 的学术界的人真的很少哦。那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在产业界和学术界是有一个合作的可能性哦，但是目前看起来是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或方向，有可能说让我们产业界和学术界可以接得上，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整合性，不然的话像你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会很多都被边缘化了啊，那这一部分其实产业界和学术界我觉得双方其实是必须要共同承担起这个责任啊，那您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方式或可能性呢？啊，谢谢。感谢老师的问题哦，但是我觉得人为言轻吧，太，我不要回答这种问题啊，回答也不用人听我的，对，谢谢。Any other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请你那个就是谈一下，说当初为何会走上 open source 这条路这样子？对不起，我刚才有点分心，是说为什么会走上 open source 这条路啊？不，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怪啦，这好像是这是不归路啊，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啊。我明天要改行，绝对随时都可以改行的。没有，不好意思，我意思是说，怎么会决定走，就是说开始贡献这些 open source 的信息。了解。最早的时候是那个 Apache Foundation 有一些计划嘛，像那个一些 server side 的，我以前在做 server side， 然后但是我做 server side 那时候是要赚钱啊，那时候只是想要赚钱而已，就是那时候上大学嘛，就是很流行什么赚人生的第一桶金嘛，好，但是我发现跟就是一开始要赚钱啊，后来搞到后来就发现不想去赚钱啊，因为发现跟这些开发者交流很有趣啊，就是因为比方说像我那时候就是 server 嘛，就是想到要建一些 socket，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服务的客户同个时间的流量是可能十万、20万这样子啊，在过去的那种更屌是撑不上来的，但是他们可以用一些技巧去做，哦，有都非常改进的项目。后来说像我对virtual machine 有兴趣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发现 AP 层面改不了怎么办，就改 VM，VM 改不了怎么办，就改 kernel，kernel 改不了怎么办，改 CPU， 好，哦，所以那个上了那个 Sun Micro 就是这样子做了。哦，对啊，就是说，其实那时候的视野就是很狭窄嘛。啊，一天到晚，那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堆传记嘛，哈，哦，就是巴拉巴拉巴拉，这个那些传记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一心胸是很狭隘的，啊，就是人生第一桶金，然后我可以赶快离开家里，好，就是这样，我要能够独立自主，所以我要靠一个东西来赚到钱。那写程式赚钱，或者说写专栏赚钱，或者说写电脑病毒或者破解什么程式赚钱很快，所以我觉得说靠这个赚钱可以做。但是我觉得运气是蛮好的，就是说看你接触到是谁，比方说在那时候接触是 Apache Foundation 的人，好，对，所以为什么 ID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对我有很多照顾啊，就是这样带我去写程式啊，对啊，那后来我在开始在对 Linux kernel 送 PH 啊，我才知道我对 C 语言完全不懂啊，就是我没有想到说 C 语言写起来那样子，然后编译出来可能不同，然后你不懂的说那个 compiler 最佳化的那参数会影响会多大。好，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是作为系统开发者，你就要知道每个细节，哎，对啊，那但是后来太迷失细节的话，好像就是对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兴趣了，好，什么，比方说做生意，好，就一直忘记做生意了，哈，对啊，就是一直当工程师嘛，哈，对啊，那直到这几年发现，当工程师好像有点难的地方是说，你要想办法帮自己塑造一个可以工作的环境，
所以在这之前你必须要先跳离工程师的身份，然后做完一些杂事之后再回来写程式，对啊，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哈，对啊。还有时间。Hello. Hi. All right. I guess that's the end of our keynote today, and we'll proceed to our keynote. And we want to give JServe a round of applause.